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. You'll never know, dear.男星王阳明和歌手蔡诗芸结婚多年，育有一位三岁的宝贝女儿。结婚后的王阳明成为了宠妻宠女魔人，经常在社群分享爱妻与女儿的日常，一家三口十分幸福美满。日前他晒出一段影片，是女儿在为他涂指甲油，让 man 到不行的王阳明瞬间化身与女儿一样俏皮的小公主，引网友热议。王阳明也在贴文中写下，我相信每个爸爸都知道我在说什么，珍惜这些时刻，他们长得很快。看你鸡腿也不分我，然后我还要逼你喝奶，天底下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吗？当婴儿了不起哦。这位小姐，你现在是从鸡腿吃到鸡爪了，对不对？妮妮你不喝，你再给我吃鸡腿。我们还有大概50cc、30cc 没有喝完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捏我的手没有用啊，我还是要你喝完啊。你看你鸡腿也不分我，然后我还要逼你喝奶，天底下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吗？当婴儿了不起哦，这么伟大，大家都要听你的。你该不会想要双管齐下吧？一边吃拳头鸡腿，一边要吃我的大拇指。这位小姐，你现在是从鸡腿吃到鸡爪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吃鸡爪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感觉好像很好吃呢。哪有那么好吃啦？啊！你成功了！你终于被我逮到了！你成功了，玉米！你反过来了！啊！你成功了！好的，妈妈干嘛那么开心，对不对？妈妈都不知道被你骗了几次，好棒啊！你好棒啊，玉米！开心。但那天其实最开心的是我女儿会翻身了，而且我们刚好都拍到。所以很开心的是那一天，同一天就是又入围，他女儿又翻身，也代表我也要翻身耶！啊！你成功了！你终于被我逮到了！你成功了，玉米！喝完奶在爸爸身上很快乐啊！嗯，眼睛好大耶！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，玉米？完蛋了，你要被好多男生罚哦！我以前都很铁齿，我看到毕书尽，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傻，真的变女儿傻瓜。看到那个，对，看到自己，后来自己，就像我也一直跟露露恐吓，我说：“哎呦，你就知道了。”现在都不要讲狠话，没有讲狠话。现在都觉得，哎，我觉得就是、嗯，因为你到那一刻，你就会心里有很多牵挂。你出了门就想回家，然后呢，三不五时就连线看一下他的那个监视器，对，视讯。我真没想到我会走到这一步，真的不小心就变女儿傻瓜。嗯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啊，那个东西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
啊，我整理他东西的时候，我真的好累哦，我真的好累。可是只要一看到一个照片，哎，瞬间就不累了。很奇怪哦，这种感觉真的是生过孩子的才知道。我老实讲，我做婚礼歌手，我担心的是我女儿有天如果要嫁，会是什么心情？超早在担心。以前你不会去想这个，可是你现在看所有的婚礼，你都会去脑补说，如果这是我女儿，嫁得好不好，亲家怎么样，你会开始去幻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黄瓜。我是王玉米。有一个怪物在你后面。好忙啊，他在忙什么？不知道能晒到几岁，也许再大一点我们就会停止了。但现在是趁着他还不懂事的时候，赶快多晒一点。以后他可能会制止我说：“爸爸，我要自己开粉砖了。”怪物在你弄。好忙啊，他在忙什么？打哈欠。好多情绪啊！好忙啊！你又在假哭，在假装啊！我不吃你这套哦。